上半场的赛事，哇，成个麦格夫咧系俾佢咧硬跌咗嘅。首先咧就潘长旺咧埋数咗一数，跟住咧嘅李志雄咧就瞓跌咗。球证咧出示呢个黄牌啊，系警告呢个潘长旺嘅。咁现时双方咧打成咧0-0平手。咁呢两队咧本届咧已经第三度碰头噶啦。咁第三咧，由于南华系有两员主将受伤嘅关系咧，所以0-3咧系输咗俾先特化。咁所以今晚呢一场波，希望帮佢调先啦。希望冇前耻嘅，咁啊西丰即刻咧就入一个波啦，1-0拉南咧系睇咗呢个咧系南华咧先先打开纪录，刘星奇一揿埋去，冚爆越过人墙，咁啊俾拉南喺右边咧冚上嚟咧射入。咁而家先得翻喺0-1落后，咁啊立即反扑。成个何家一撞跌咗个波兰泰，两家人一斗起脚，个罗德辉又抢埋啦，拱开呢个咧系波兰泰，咁两队咧有多少火药味啦？因为咧一队咧佢而家系输紧波，亦都俾黄牌咧警告啊，两个都警告啊，警告咧何家同埋咧警告咧呢个咧波兰泰嘅，波兰泰又输两个先突破，高文。彭锦全面前行佢波浪泰睇有冇发过好嘢，好唔得，走咗啦！一马又俾呢个咧盛伟廉啦，及时喺近处啊，系将个波咧攞出底线。波喺比赛结果咧系1-0，南华咧暂时咧占先。咁而家已经系下半场嘅赛事啦。哎呀，李志雄咧起脚唔收啊，起脚唔收咧就成脚咧系揿咗落去呢个邓柱成嘅小掩嗰度，亦都俾球证五件咧系第一个黄牌嘅警告。南华嘅领队黄文伟相当之紧张啦。第一次斩出嚟先啦，嗱，我先斩出嚟嘅时间咧，个波都立身，完全呢个波咧立麦格夫咧甩脚啊，好在最后攞翻。彭锦全、董志明、麦格夫。又俾翻彭锦全，好靓嘅入波，推过咗何国良，推埋底线斩咗嚟先啦，何家都系一顶入我啊，2-0，何家呢个波顶嗰个好靓啊，一个琴爬食完色管飞埋去，哇呢种男人几咁高兴，呢个咧就系何家啦，我睇南马咧系打成2-0，睇下彭锦全送出嚟，完全咧冇人摸到佢嘅，俾何家咧喺六码点俾入，盛伟廉单用出去打出。用之成何国良，哎呀呢个咧成个连走咗出嚟啊，俾何国良咧送喺空门里面，1-2追成咧接近嘅纪录，咁啊已经系打到下半场嘅42分钟噶啦，咁呢个波咧成位原来曳啊，一出嚟嘅时间咧系唔准啊，系俾何国良咧偷袭得手，咁仲有两分钟就打完啦，先突发啊教练啊卢松光都几紧张噶。呢一场如果是双方打和的呢就要加时的，加时再和呢就要12码出现了，暂时南华就赢了这个2-1，容智成和拉南呢两个斗掹，哇斗硬啊，头先看你都处理，哇容智成直情走埋去是拉住拉南，潘长旺都走埋嚟，整场的赛事呢黄牌是黄牌警告这个是拉南的，容智成下半场的35分钟入替这个蔡伟文的。李桂雄、何佳，哇！何佳因为一撞一锤，一个起鸡翼，一个整锤落去，两个冚住，哇！睇下球证点样处理啦，哇！望住佢两个，两个都黄牌，一人一个。咁啊，何佳喺上半场嘅25分钟有个黄牌啦，再睇呢个慢镜啦，一埋一撞，一争下佢，哇！何佳再整锤佢打下。咁何家已经有黄牌在身，喺上半场嘅25分钟，咁而家又有一个黄牌，咁啊应该咧系红牌噶。咁啊嗱，而家我哋咧再睇翻嗰场波先，唔好理到自己啦。咁啊而家陈国乐咧系又亦都系入咗嚟替呢个冯志明嘅波能泰。嗱，留意下呢个咧，田国乐嘅右下角，何家同阿李国勇，哇！李国勇一锤追落去，何家再加上一锤，两个打上嚟，而家龙之成日追埋去，个头出嚟嗰度咧喺度打紧，两个斗追佢啊，追住何家嚟打。仲未一摆血，个后背腾出嚟啊！我慢慢啲冚唪走出嚟啊，血啦！嗱，打咗喺连哥我右下角嗰度，圆圈圈住啦！李哥一锤，何家走一马又一锤，哎，你一锤我一锤，
佢而家个场面咧相当之混乱啊！米零一年咧又是咧发生个打斗，个先突发嘅拍摄组咧走埋嚟咧同何容兴啊理论，咪一人一脚，咁喺荧光幕嘅下边嗰度咧，亦都咧系见到罗德辉就瞓咗喺地下噶啦。咁啊，南华嘅职球员咧出嚟咧劝开晒，咁啊，警察咧亦都走埋嚟啦劝开啦，咪希望咧控制咗呢个场面。球证五件咧，俾红牌咧，系赶呢个咧帕士顿咧出场嘅，亦都咧赶埋咧呢个咧系何容兴嗱，大家再睇睇啦，喺个圆圈圈住嗰度，李桂雄咧走埋去咧揿咧呢个罗德辉一脚嘅，咪跟住又俾人射咗一锤啊！咁何容兴咧又同呢个咧帕士顿咧大家拳来脚往啊，咪打到咧成个飞咗出嚟。咪粒神咧，亦都埋咗个欠啦。何容兴再次扑翻埋，一脚兜少点咧踢上去嘅。咪终于咧场面受到控制之后咧，继续比赛。邓锦天一脚咧射埋去，但可惜咧系射高咗。